站长说我一定要讲话，可以，我要讲话是可以的，你们呢就不要听我讲话。今天啊，我有这个机会，班长领导我的最重要的呢，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大家的时间为我们的最尊敬的老师的其中的一位，我们来给他鼓掌。
告诉我，说你那个胆呢、啊，在你的身体里面、啊、已经变成一个废物，所以呢，我把它最好的来拿走。所以我是一个没有胆的人。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虽然没有胆，但是呢，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同学，所以呢，没有胆也没关系。而且呢，这个胆呢，上面的胆汁呢，从肝脏里面把它制造出来的。所以，既然胆本来像个小水库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浑身都是胆汁，浑身是胆啊。因为浑身是胆呢，我就考虑同学的这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要感谢今天主办的这些事情啊。班长，有很多的地方都非常优秀，唯一一点不好的是叫我来最后讲这些话，讲的是跟讲的等于没讲一样。好了，讲完了。